翻翻嚟第三節啦，嗱咁我哋未講美國佬啲衰嘢之前咧，就講講呢、這個嚇，即係郭文貴啦。咁就呢位仁兄咧，就以一路以嚟咧，就好多料嘅，好多料放嘅，不過全部基本上全部都流料嚟噶啦。嗰陣時又講到話咩范冰冰有啲咩片啊，成咁樣。咁就啱啱就喺我哋做節目之前一日咧。就在美國應該是 New York 那邊就被拘捕的，那啊嗰個罪名咧就係騙呢個詐騙啊，詐騙呢個投資者超過十億美金喎，咁啊呢個數目即係證明呢個人都幾叻嘅。中國出得佢嘅人咧，一定多數叻。嗯。最基本你攞到個護照俾出去，有人接收你，仲可以帶到錢，多數都叻人。嗯。同埋一定係黨員，一係幹部。是公開的幹部或者不公開的幹部，或者特殊任務的都有。嗯。咁呢啲係歷史嘅歲月流金嘅人物嚟嘅。但好啦，呢啲人點解佢唔行正途咧？我哋又奇怪。啱唔啱啊？等於而家你中國共產黨，你利用個馬克思嗰套嘢打撚個天下翻嚟，既然間個歷史時代過咗啦，咁要跟翻個潮流。我就唔撚使做爛鬼噶嘛，即英國佬嗰啲維基嘅人物，屌你咁樣，以前咪就周圍打家劫舍啊，維基海盜啊，海盜嚟噶嘛，以前係海盜嚟噶嘛，扮紳士係咪先？即人咧係應該有兩套嘅，係咪講下發財立品啊？咪呢個正常啊嘛，嗯，所以以前好多撈家啊，好多成佢都叫啲仔女要讀名校啊，冇撚學老豆噶嘛。但共產黨冇撚咗套喎，我屌佢由頭到尾衰撚到落尾嘅喎，咁撚邪喎，就佢係個文化唔撚夠用嘅。咪你可以唔撚再搞嘛，人走咗啦，都有兩個錢，咪可以辦下新事啊，唔撚使再搞啲衰嘢嘛，啱啱先？點解會搞到咁撚拗球咧？我哋百思不其解。喺我哋嚟講咧，呢啲係歷史中嘅小人物啫，係不值一提。同埋佢唔知死啊，亂撚咁搞啊嘛，係屬於亂撚咁搞嘅人，變咗你咪你用黐埋咁多屎尿，咁啊出事就好撚正常啊。呢樣嘢好少人有人教嘅，我又出嚟撈世界，未係做生意，跟嘅大老頭。政治工作的人咧，係喺黑暗中你要維持自己嘅光明，冇撚亂咁嚟。所以我哋俾人抄牌，俾人成咧，完全唔響度，咩都唔講。到我自己做領事嗰陣時，一包煙仔免税都唔攞嘅。呢個非常要有自律，嗰個自律咧係保護到自己嘅。好啦，另外一樣嘢咧，就好多人諗唔到嘅，諗唔到咧就係話。你去招搖過市、古靈精怪的話咧，就樹大一定招風。你係對你本身係完全冇撚益嘅。你惹埋曬成扎你咁嘅蛇蟲鼠嘅曱甴喺身邊，做乜撚嘢啫？係咪啊？佢哋真係冇人教嘅喎。好啦，就算你做生意，我哋臨到做生意時咧，我哋識咗啲長輩。他第一教我點咧？你記得依規依矩納税，佢有咩好呢？細侄喺你人生路上唔可以喺半途之中咧出咗問題，係影響咗你發展嘅，你又唔安心嘅。你喺納税過程，你又利用咗好多法律嘅空間啊、技巧啊。已經係香港納少咗嘅啦，又坑税啊，又點樣避税啊？合法避税，避税坑税又合法噶嘛，即係你有技巧噶嘛。所以佢哋嗰陣時教我哋咧，到而家我都有税單噶，但唔多咁解啊嘛。但你都要納税嘅，因為人哋俾個地盤你做生意，你係賺錢要納税嘅，咁你先有撈噶嘛。咁樣你唔納税咧，心安理得。同埋你啲錢咧係可以公開啊嘛，咁咪你無撚端端屌你咩問你錢銀來源，你咪企喺度咯。所以我哋十幾廿年嘅快佬咧，全部到而家冇抌喎。有啲人話七年後抌，我都唔抌嘅。
屌你有咩人問我就成套翻到成個銀行記錄擺撚咗出嚟，幾時賺錢幾時納息？呢個好緊要喎觀念。嗯，俾你賺錢納税都唔撚捨得，你冇撚講做好事啦。你做一個公民，係嘛？你攞社會咁撚多享受，所以我哋抄牌咧又係呢個觀念影響咧，好開心嘅。所以有人抄牌咧，我啲朋友都好撚奇怪，周善文。喂，你抄牌好似我喂阿伙計幫幫手快少少，我趕住工作，完全冇話喂我唔同唔好意思啊，俾人我得閒唔屌你嘅，你講好話啱啱啊？叫你盡快抄，因為第一佢抄你牌一定你犯緊錯，咁犯錯費同你講啦，因為佢都差仔好慣嘅，嗰啲抄牌咧告撚到你咧就睇下你會唔會講啫，佢好似好咧好咧硬災佢喺度害撚鳩你咁樣樣，我叫佢抄快啲咯，狗鳩，我個細伯仲撚串啦，抄佢牌攞個車牌。俾撚咗佢，即刻俾多張卡片。我講完走，唔該你抄撚完咧，寄撚翻俾我啦。咁揸車行撚咗去。我條差仔戇鳩鳩，屌你老母，咁點搞？係嘛？所以世間咧好多人嘅觀念咧唔正確咧，你就唔舒服嘅。逢喺一個社會，一定要奉公守法，一定唔好亂撚唔搞挑戰法律，最撚笨柒嘅。好啦，到你有朝一日喺邊個環境之下挑戰法律嘅話咧？是基於乜嘢理由你要挑戰法律呢，就真的要三思啦。咁你諗住你要付出乜嘢代價？點解我要挑戰法律？呢個真係深奧喎，真係要擺局嘅喎。所以我同政府打官司，我贏噶，因為我挑戰佢嗰啲唔合理嘅行政啊嘛。我咪等你解簽咯。譬如等而家我都未得人玩喎，廢緊時得撚罪人啦。我唔撚想做中國人。我又不想移民，我香港，我而家申請不想要中國籍，你本俾本咩證件我先？以前有 CI 過嚇，咪而家你俾乜嘢我先？咪呢個都係一個 point 嚟噶，呢個係我自由意志嚟噶嘛。你冇理由強迫我要做中國入中國籍噶，我唔想入，得唔得？嗱，你哋嘅網友自己諗下咯，咪呢個都係問題嚟噶。我唔係反對共產黨，我有權選擇嘛。我又未移到民，我唔撚中意做中國籍，我唔想受你嗰個中國嘅法規規範我啊嘛。阿鬱慧又話犯國安法咩成咩成，屌我唔係中國人，你個把撚咩係咪先？起碼我唔會話勾結外國勢力啦，係咪？嗱咁啊，跟住有單新聞咧，而竟然呢單新聞上咗 CNN 嘅頭條啊，一個 CNN 獨家就係中國製嘅無人機啊，咁咧就喺烏克蘭東部被烏克蘭軍擊落，係用 AK-47 擊落。咁一陣間我先再講呢單嘢。嗱，我哋講講嗰單即係無人機單嘢啊。咁啊，呢個如果你冇跟到新聞咧，即係聽聽我簡單講講啊，就我有睇過下粒過㗎。我講啲聽眾啊。就是他在呢個黑海嗰度咧，就一隻嘅美國嘅一個無人機嚇，就 MQ9 啊 ，MQ9 就被俄羅斯嘅戰鬥機蘇式廿七撞到，咁而家係沉咗落個海底度。咁美國方面就話咧，打撈方面咧就相當之困難，因為即係黑海嗰個草深。咁俄羅斯方面佢哋都講啊，佢哋會打撈嘅。咁而家係驚一樣嘢，就係將呢個無人機。嘅殘骸攞到之後咧，就翻去可以係 reverse engineering， 甚至係交俾伊朗啊，叫佢睇一睇點可以美國有啲咩嘅技術喺度嚇。咁啊，博士嗱呢單嘢咧，你喺預告都講過噶啦，就你咪懷疑係一個局嚟咧？因為喺嗰個軍事行動上咧，每一個動作派乜嘢出去做乜嘢咧，都有一個動機嘅。無啦啦端端派嘅無人機去咁搞咩啊？有係一個任務嚟噶嘛？逢係任務咧，梗有動機噶嘛？咁你明撚知嗰個黑海係俄羅斯嘅地盤嚟噶嘛？係嘛？你飛入嘅梗有風險噶啦，啱唔啱先？正常咁有風險就，但點會入去咧？之前有啲入去嘅，佢又唔同你搞嘢，佢起咗兩架。蘇廿七上去戰機噶嘛？蘇聯嗰啲俄羅斯嗰方面嚟截佢噶嘛？兜頭兜尾攔佢啊，困撚到佢尾板跌落嚟噶嘛？失控跌落嚟嘅。
好啦，如果話為美國派一隻無人機去偵察機收集情報，但係每一個動作咧，佢都有一個政治嘅盤算喺度喎，得失。你唔理我，就代表你嘅睇法。點解我入到嚟，你俄羅斯唔理我咧？佢有一個盤算。差不多，而家佢哋差不多是對弈緊嘅捉棋。嗯，好啦，如果你理我，佢又有一個盤算。我而家你又派兩個蘇27上嚟，係干擾咗我咧，跌咗落去。嗯。咁究竟你跌落佢嘅範圍係咪喺呢個哈里米亞12海里？系啊，即系佢个好重要。系啊，呢个系嗰个领海。你咪呢个非常重要。嗯。如果唔喺领海嘅话咧，佢美国佬反应又唔同。嗯。如果跌咗入嚟领海咧，佢反应唔同。咁呢个睇下你俄罗斯系唔系对呢个涉及俄乌战争嘅行动嚟噶嘛？呢一次我入无人机落去，嗯，睇你嘅后著咧有咩反应。嗯。呢个最重要。我用一只无人机入去。我準備俾你射落嚟，我睇你嗰個動態啊，究竟硬淨啊，抑或唔硬淨先？嗯，睇你點樣處理呢個第一。表面嘅應該係呢個居多嚇。好啊，如果你再講深層啲啲，我特登知道喺中國同俄羅斯係好向往佢啲無人機咧，唔夠佢哋美國呢一邊。精准噶嘛，嗯，佢哋不嬲都好向往咧，要攞到佢哋嘅資料嘅，嗯，哦，我就俾只你執，嗯，因為我而家咧，我手上咧已經呢批嘢咧要淘汰嘅，嗯，我就特登俾只你執，執撚咗你照抄嚟評估，屌你有乜輸撚死你啊，嗯，嗱呢個咧就唔知嘅，但係如果佢用呢只機嚟試佢喺未來嘅俄烏嘅態度咧，應該係好大可能。嗯，睇下你嘅反應。好啦，如果呢次俄羅斯聰明嘅話咧，佢而家揾把口啊幫鬧佢。如果有可能咧，嗱，我幫你鬧，你揾人嚟監察住我鬧，鬧翻嚟咧，我原封不動俾撚翻你美國。嗱，呢個就是高手嚟嘅，即係我唔撚中你招。嗯，你明？亦都話俾咧，我哋都係想和嘅。嗯，大家咪再繼續傾偈咯。嗯，嗱，呢個都好撚深奧㗎。或者俄羅斯，喂，我哋俾你美國揾一個小組入嚟，你自己鬧啦咁。我哋提供你技術都得。嗯。如果我哋做到呢兩下嘢，呢個和解咧係有機會嘅。所以我哋咧而家要睇佢呢幾日究竟用咩方法解決呢個問題，呢個都好重要。嗯。即係我哋睇睇問題啊。嗯。係美國試探俄羅斯嘅後續嘅反應。嗯。博士講呢個，我加多一個舊嘅例子啦，就好多年前咧，前蘇聯嘅時候咧，蘇聯因為個電腦軟件唔好啊，咁啊個石油喺西伯利亞度咧，佢啲油管個控制咧，佢哋唔想用人手，就想用電腦。咁喺個市場上邊咧，佢哋就暗盤手購一啲嘅即係軟件，幫佢哋去管理嗰個西伯利亞嗰個油管。啊，結果有人整一個好平嘅軟件俾你喎。咁蘇聯以為執到寶，咁話翻啊，初頭試 OK 噶，隔個個幾即係隔幾年，隔幾年之後，西伯利嗰度個油管爆炸，好多好多年之後，好多好多幾廿年之後咧，中央情報局先即係有個特工前特工爆出嚟，就係、是、其實呢套軟件係特登賣俾佢。係啊，好撚多計嘅，屌你係咪？真係好撚多計嘅，你佢哋啲人唔敏明。鬼佬嗰個經驗嘅部署，佢當其爆咗啊！蘇聯係以為自己本身有問題，就唔係又唔係，即係所以呢次就咁啊。不過呢只 MQ 9都好勁嘅，因為好多地獄之火嘅呢個導彈咧，裝喺身上嘅，所以我好奇怪就點解佢咁容易就俾佢嚇，即係咩咧咁樣？咁好啦，嗱，而家即係呢個局勢，因為美國宣布咗，所有佢呢啲機密設備咧已經係自動毀滅咗嘅，自己毀滅嘅，自己毀滅，自動毀滅咗。咁而家呢個局啊，如果話
習近國家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去訪問呢個莫斯科，咁就你覺得呢件事對於中國嗰個外交即係成就係咪一個又好似之前啦？佢可以喺嗰、那個伊朗同埋沙利阿拉伯之間斡船咁犀利咧？我哋睇佢習先生喺電視機出嚟講説話呢幾日咧，係都希望扮演一個和平嘅角色。嘅理由點解咧？佢哋計到自己數咧，唔和咧唔掂中國，因為喺個經濟上嘅問題出咗好大問題。嗯，你哋冇人清楚得過佢哋執政黨噶啦。嗯，盤數自己睇，盤數自己睇曬，自己睇曬啊。所以變咗佢哋知道咧，你唔去搞個和平嘅局面咧，係唔掂嘅。咁呢個係佢單方情願嘅。但好啦，你去到你用乜嘢方法說服到普京咧？我相信幾困難。嗯，因為普京都要向對佢自己國家後邊嘅人交代嘛。死咁多人喎，而家咪死人就唔值錢嘅。啊，同埋嗰啲咁嘅乜叉嘢嘅僱傭兵，屌你有冇啲監房犯法係咪啊？嗰啲車臣嗰啲，所以佢嗰就唔考慮嘅。嗯。但佢俄羅斯普京究竟佢想和，佢點樣交代一個問題？第二咧就話喂，歐洲又想和，美國未必想俾你和。嗯。美國，佢借呢個機會，我每年使幾百億扯撚咗去俄羅斯落嚟查撚曬，我點解唔玩啊？嗯。你睇唔睇到美國其實唔撚想和啊？係啊。係咪啊？佢亦都再希望你，好期望你中國咧。是參與同俄羅斯結盟，因為你最近你話去同俄羅斯傾偈啊，但你呢頭搞咗中伊俄演習喎，嗯，喺呢幾日係咪先？係啊，咁和乜撚啫？你承認咗個軸心國喎，已經軍事演習而家進行緊嘅呢個啊，喺個表面嚟講咧，你形成咗軸心國噶嘛，台長，嗯，你和乜撚啫？你點去講和啫？人哋唔相信你會走去和談啊！嗯，有人會更加會有啲偏見人咧。我話你習先生去到就同普京見面咧，係點樣再傾偈更加緊密嘅合作？嗯，有人會咁樣講喎。所以變咗美國佬呢方面即刻咧就要通過阿克斯咧係做潛艇啦。哦，嗰、那個好高調㗎，嗰、那個可以再補充一下嗰、那個個資料就早兩日啦，就即係澳洲方面咧就攞答覆應你，呼應你習近平去俄羅斯訪問咁啊，即刻公布，即係話必要時我先送兩隻俾你，嗯，再同你再做嘅英國參與嘅，啱唔啱？係，所以大家而家係好撚危險㗎，因為佢嗰隻機咧，如果擴大咧，就會打第三次世界大戰㗎，嗯，即係佢借呢隻機嘅藉口跌落嚟，嗯。是戰爭行為的喎，可以變撚到吹水吹撚到，嗯，唔係講少嘅喎。我你留撚咗個機上嚟，唔撚俾翻我，嗯，係嘛？跟住又聲撚大大，佢已經有藉口將烏克蘭升級，嗯，或者美國加入烏克蘭喎藉口，啱唔啱先？嗯，唔係講少㗎。跟住你整個中伊俄嘅演習，就話擺撚明咧，你一個軸心國嚟對抗，喺第一二四次大戰咧。就話一形成咗軸心國咧，就係打仗開始嚟噶啦嘛。第一次就係軍事同盟啦，係嘛？第二次世界大戰就德國、意大利、日本咁樣，係咪就搞呢？就軸心國一成立，軸心國就話打仗嘅。嗯。所以係好撚危險㗎，而家呢個世界，特別喺香港最撚危險。點解我哋咁危險啊？屌大佬，你一打撚嘅仗上嚟，南海、東海你都撲街啦！香港嗰導彈亂撚咁射，你會對你客氣啊？啊，係嘛？啊，所以而家我哋唔係驚香，而家我哋支持中國共產黨成立咧平穩過渡政權。嗯，咁咧就佢亦都睇到有啲跡象咧，拉撚咗李卓人個老婆女都俾擔保。嗯，可以唔撚俾你擔保噶嘛？嗯。嗰條好重罪嘅國安法嚟噶嘛？咪而家俾你擔保啊嘛，自動俾擔保，唔使你提出啊嘛。嗯，即係話咧係有少少鬆咗嘅。嗯，即係因為點解咧？你一個政府，你搞到咁撚緊嘅，咪屌個個唔撚玩咯，個個躺平咯，你放成下話。嗯，佢自己知撚到係撞板嘅，所以佢哋而家咧係鬆咗嘅。嗯，因為啲真係正式搞事嘅人都少咗啦嘛。
但好啦，你鬆咗啫，但你香港個地緣環境嗰、那個經濟，你話你而家你香港你做咩生意好？十室九空嘅鋪位，你落旺角睇已經知啦，尖沙咀仲咁多嘅，係嚇。啊，你話而家你再喺度吹水話搞創科技乜乜中心乜物中心，又係鳩噏嘅啫嘛。嗯。哇！你而家你特首超話唔通香港搞晶片啊？我頭先講好耐，我呼籲好耐，香港搞晶片咧應該。佢而家咪話同中國嗰個科技咩中心合咗想搞晶片。係啊係啊。啊！我覺得成數好高啊！呢鋪搞晶片。係搞晶子片就得。唔係嗰個晶啊，晶子個晶啊！屌你咪嘥撚氣啦，啱唔啱先？佢哋完全呢班唔家產咧，即係咪得撚罪啦？嗯。你冇撚點鳩習近平啦？有咩？我哋系冇捻得搞嘅，喺目前環境，你只可以同美國佬合作。嗯、我哋用做二奶仔，嗯、我哋玩二線嘅嘢，你做一線，嗯、一定做 friend 嘅要。但係問題，成個問題就係喺解決台灣問題上面，你美國係難老虎啊嘛，即係而家係成。喂，我而家台灣我唔捻解決有咩問題咧？中國我唔捻解決住。不會死人的嘛，現在我們國家的能力各方面，既然在政治經濟都未成熟，人的思想就大家都未找到正式的共識，是吧？保持現狀不變，簽張和約，他們未簽過和約的嘛，台海那個兩黨的對爭，簽張和約保持不變，那就冚期咯，跌埋心水。你中國共產黨搞撚好個內政，搞撚好個民生，點樣恢復翻個元氣？點樣做撚好嗰個文明嘅建設？啲人做生意要有商德，要有商要守規矩。你共產黨要帶頭，你咪揾把口號話俾誒遵守中華民共和國憲法，大佬你要執行噶嘛？嗯，話你要接受人民監督，咁你老母人哋話你兩句拉柒人，你咩所謂啫？啊！係嘛？呢個真係唔撚要得嘅。嗯，真噶，我係唔撚理你玩咩遊戲，你講撚清楚，你要執行就得噶啦。你又唔好屌乜又搞搬龍門，搬撚到搬唔到搬球場，屌你啲最撚賤撚格嘅。嗯，係俾人鄙視啊！我哋作為中國人，輸撚咗就要認輸。你簽撚咗合同俾人，或者一個國際嘅協議，你點樣話喂？屌中英會談過期作廢，你唔撚講得噶嘛？嗯。所以而家我哋批評佢啲咁嘅幹部咧，屌你唔好咧害鳩老細啊嘛！你啊自己作為一個大嘅國家，就算人都唔得啦，擘撚大眼委弱失信於人，啱唔啱啊？嗯，係好撚下九流嚟嘅，你點樣威都冇撚用，人睇你唔起嘅，知唔知啊？嗯，係睇你唔起嘅，佢哋行埋喺個呢個價值觀度咧，而家成個中國就喺個文明建設嘅失敗嘅。只是個個掛住搶錢，搶咗錢咧就屌你咪嗌啲做攞官，嗯、老婆仔都走撚曬，自己留低喺度當成本咯。呢、嗯、個觀念真係習先生。但係呢個唔止觀念嚟噶嘛，呢、這個係對成個國家嘅前景冇信心啊。咁你觀念錯咪啊？係佢咪冇信心，佢係走精扁。我你個國家關人撚事，你明唔明啊？直情係冇心啊，唔係傷心啊！屌你咁樣，佢又為自己全部個人利益，即係等於我哋第二節講嘅啫嘛。錢點解要擺喺外國一？係啊，就呢啲原因啊嘛。你好想我哋有錢，你冇命使。係啊，而家就係，所以你咪自私咯。係啊，呢個睇到佢啲而家啲人咧，全部自私噶嘛。嗯，啱唔啱啊？你而家點解你翻到去個人大政協咁樣多人歌功頌德咧？你咁樣歌功頌德法咧，共產黨聽唔到反面嘅聲音咧，你害撚死個黨噶。嗯，佢覺得自己啱撚曬，咁咪撲街咯。等於崇祯皇帝嗰啲嘛，中國歷朝咪就咁撲撚咗街。嗯，啊神都錯啦，唔好話你係人啦，你真係啱撚曬啊。嗯，係咪啊？嗯，所以佢呢班咁嘅香港人咧，我就好撚鄙視佢哋噶，唔係講笑啊。直情喺我哋心目中 nothing 噶，咪你去國家要有人領導，國家亦都需要有人支持。你埋堆冇撚所謂嘅，無論你嘅動機都好，揾食好冇撚所謂。你都一個好撚基本嘅良知喺度噶嘛，
你個撚個讀撚個書噶嘛，知識分子嚟噶嘛，你要濕鳩局長個都，你都陳噏嘢嘅。特別楊潤雄呢啲咁嘅撚樣啊，揾啲點樣做官嘅？佢盧寵茂呢啲又係，你噏乜撚嘢？係咪啊？你睇撚見而家香港嗰扎咁嘅官員啊，真係屬於賤撚格嘅人物嚟嘅，斯文敗類嚟嘅成班，因為為富不仁。嗯。即係差唔多歷史嘅重複咯。如果你睇翻民國嗰時啊，嗰啲咩豬仔語言啊，咁我哋嗰陣時讀書嗰時覺得啊好笑啊嘛。咁但係，咦，你又真係見到呢啲嘢，你狗不衰喎，即係間唔中有破案出嚟喎呢啲。係啊，你以前你民國初年嗰時嗰啲從政嘅人嘅自己個人嘅道德都好撚過而家嘅喎。係啊。唔係講少喎，係落撚後咗嘅喎。嗯。以前仲有一個顧住自己嘅。風格風骨，即係等於你第二節講個袁世凱嗰度啫嘛。你話你袁世凱，喂，你如果做得袁世凱就好撚叻人嚟嘅大佬，你冇搞撚錯啊！唔係咁小事啦，真係。唔係佢係真係有才華嘅人嚟噶嘛？係做佢仲夠膽懟冧阿宋教仁添，佢真係。係啊，佢係叻人嚟㗎。係啊，組織新軍咧。係啊，你記得啊？係啊，組織新軍咁咪袁世凱啱唔啱啊？啊，即係同日本人就交手啦嚇。咁撚容易做啊？你做到佢啊？屌你叻人嚟噶！如果唔係孫中山先，都唔肯揾佢做啦。係啊，孫中山係嗌佢做啊嘛，對唔對？嗌佢做，嗌佢做呢個即係中華民國總統啊嘛。係啊，不過佢坐啲傻啦，喺北洋呢個北方嗰邊搞出嚟㗎啦。咁你香港呢個情況咧，即係我哋都以前講過啦。阿博士，如果即係以而家嚟講咧，其實即係香港個經濟復甦有冇可能咧？我睇唔到香港可以利用到中國乜嘢好處。既然中國唔好咧，經濟咧香港好嘅。嗯。而家反為咧冇咗呢一支歌，斷撚咗攬啊。嗯。咁你而家你更加香港企埋喺中國嘅政治路線咧，去撐啲歐洲美國噶嘛？將嗰個國歌咧擴撚大嚟講噶嘛？將嗰啲好撚 minor 嘅嘢咧，大落大升級，升級係啊，升級嚟講嘅，講撚到咧好似會死人冧樓。咁既然間你死人冧樓嘅，咁你咪撚參加嗰啲體育比賽咯，即係有機會贏嗰啲唔撚參加。係啊，咁嘅有人已經建議取消香港隊啦。咁你係咁你咪一了百了咯。係啊，但係你最撚戇鳩嘛，你連最傳統方法揾個人代撚定曬啲架撐，去撚到現場，我就。認為自己一打決賽㗎啦，呢一場聽日我就預早咧就咁撚多人，你咪派個人用最撚古老的方法去撚到現場嗰個直播室，待定喺度企身邊，我一贏咗即刻用，唔撚使佢 search， 唔撚使同 Coco 嗌交，一定冇甩底，因為你唔撚做先，讓你慢慢食塞米，你老母你民政局搞乜撚嘢啊？喺呢楊潤雄呢個撚樣管咁好似係咪啊？應該文化體育局啊嘛，係啊，唔係呢個吳家產咯，你老母喺度冇腦嗰條撚樣，唔係我最用原始方法。嗯，你冇撚靠嗰啲人同你 search 搞啊，真係鬼佬搞唔掂咧！咁耐中國國歌斬撚咗就係中文出嚟，佢點識睇啫？中文睇唔到嘅，撳右上角啦，咁你撳右上角整撚咗個香港榮光嗰首歌出嚟啦，係咪先？你一就冇撚用香港兩個字係冇事喎，嗯，啱唔啱啊？所以係。一係咧，你中國政府俾筆錢，Google，我只能定嘅，你又唔能捨得使錢。嗱，我中國香港，你個Google系統咧就特別處理嘅，一撳咧就你俾錢得噶。係啊，Google 嗰邊都講咗噶啦，不過你話覺得放水咯。係啊，你覺得咁樣好老土嚇，即係樣衰咁你。點樣樣衰啫？嗱，我呢次呢一季有嘢出去嘅，我俾定錢，係幾多個月買嗰個時間咧就走出嚟嘅。你唔走出嚟就告察你有合同啱啱？你唔使長年累月買噶嘛。我呢個月有比賽，我俾筆錢咯。同我呢個月內咧有個成做到㗎喺個科技上啱啱啊？一撳掣咧就走呢個中國國歌出嚟啦。即係成班官咧，柒碌嚟嘅，全部柒頭皮嚟嘅。唔係，因為你呢個做法俾外資就覺得，喂你
即係立領殺啊嘛！你自己私人處理唔到，你嘈乜撚嘢啫？人哋主辦國屌柒你啦！屌你係咪？我要服撚事你啊！你自己搞撚掂緊咩國歌？點知你乜撚嘢歌啊？啱唔啱啊？你喺度嘥撚氣啊？係咪啊？係。冇啊！你睇到而家啲人嘅水平咧，好撚低。嗯。啊！冇事啊，搞事。搞事啊！屌你乜小事变大事，系啊，系咪啊？屌冇嘢爆大镬，屌系唔肯肯学，系咪啊？全部都男人杀嚟噶，唔系讲笑啊！唔系你真正正话，譬如你香港嘅经济点样复苏，点样复原，系咪啊？咪搵把口噏咯，系咯，搞咩中心啊？咩创新科技啦？人才又冇，医生又唔够，护士又唔肯够，行行百业都唔肯够人才，你搞咩啊？嗯，仲想搞复苏？嗯，复条毛啊？嗯。中國自己喺度吹撚曬雞，喺度淹撚咁香港啲儲備。你老母你財政司個撚樣白粉波就屌你冇日日蝕錢，有個日日蝕錢噶。嗯，因為嗰、那個港幣對美金掛嗰個比對咧，隔幾日就要托一托噶啦。嗯，係入市啊，入市光源啊。整得兩整就冇撚賣噶啦，嗰筆匯儲外匯儲備唔係講少噶。嗯、你知呢啲咁嘅財政司啲謀利，屌你咁你實死啊！嗯、真噶唔係講笑啊！你香港而家香港人，佢而家唯一有一個機會咧，就好撚古怪嘅。中國共產黨佢都冇撚咗符噶，佢一拍板 ，BMO 平權。嗯，你隨時入嚟得噶啦，英國籍。BC 變咗啊 ，British citizen 關撚事啊！反而投赤啊，啱唔啱啊？是咁簡單咋？佢哋呢一招一拍板平權。阿博士呢個講法，即係話而家有可能一樣逐步逐步升級嘅，係聯手幾個國家一齊。有曬有曬劇本，有曬劇本嘅。有曬劇本。佢隨時一拍板就平權嘅。嗯。快靚正都唔使同你講咁多嘢。我、如果你中國政府一阻攔嘅咧，就打仗。嗯。我撤橋嘛，你撤橋一阻，我咪焚柒你咯。係咁簡單嘅，即係差唔多。佢哋有一個合適，點解咧？你美國、澳洲咁撚急速，即刻。所以大家睇後邊幅相，拜登直情去咗呢個嘅典禮度㗎，即係嗰只潛艇，潛艇核動力潛艇啊！呢、這個係啊，所以你睇到呢個唔係一個咁簡單。唔係簡單嘅，呢、這個係佢仲因為佢補充咗句。佢如果佢要整咧，要喺度好遲，要幾年後2030先至可以用嘅。但佢補充句：我任何時間即刻俾兩隻你先啊嘛，嗰度你撚看咪，即係我聽日就可以俾得你。嗯，其他慢慢做，先俾兩隻，再升級都仲得。嗯，好啦，佢哋忘撚記咗，喺澳洲點解佢做澳洲咧？好多人冇講嘅喎。嗯。佢點解要同澳洲搞呢啲談嘢咧？其實唔撚使搞噶，更加你美國佬已經話可以俾兩隻佢，嗯、我俾得埋英國咪搞掂咯。係啊，點解用澳洲咧？佢攞佢個基地啊嘛。嗯，要做一個聯盟。嗯，如果唔係咧，你個補給各方面咧，個照應咧係唔夠用嘅。嗯，你唔係話淨係靠航母艦噶嘛？因為如果佢澳洲一拍板，你喺個戰略上一睇，佢成個台灣東邊呢邊咧，日本係可以好撚安樂噶啦，嚇！因為佢同你包抄住啊嘛，澳洲啱唔啱先？嗯，同埋佢係拍緊咗板嘅話咧，佢做咗聯盟嘅話咧，你要睇嗰個軍事部署咧，你唔同部署法嘅，嗯，佢無撚曬後顧之憂嘛，嗯，佢如果正常嚟講，佢唔俾澳洲。喂，我俾多兩隻英國啦，已經掂噶。因為英國係長期全天候都有潛艇喺曬四面八方嘅，係隱蔽曬嘅。嗯，全天候嚇，嗯，永遠都有嘅，你唔知喺邊度嘅，係隨時同美國呼應嘅，話打邊度打邊度噶啦。佢俾多兩隻英國咪搞掂啊？點解要咁撚大羅大鼓咧？嗯，佢就喺個戰略上咧話俾你聽，有震攝嘅作用。你共產黨，如果你再聽嗰班柴仔，
哇！我哋24小時咧掃撚冧曬美國啲軍船噶啦，咁屌你，乜你信都死啊！屌你係傻噶，我廿四小時啊，消滅曬人哋嗰第七艦隊啊！你信唔信？你話習近平你冇撚信啊？我班人關害你噶，我哋張維偉啊、金燦榮啊，屌你乜害撚死你啊！唔係講笑啊，即係胡錫進之流佢，屌你真係害撚死你噶！佢哋唔講真話嘛。嗯，我哋就實事求是，中國而家唯一中國政府，既然間你政權交接穩定，咁下邊嗰班幹部咧，個個都可以做到嘢嘅。好啲外邊啲人就啊冇學歷冇學歷，你一多撚餘嘅，中國幾時做皇帝有學歷啊？劉邦啊，屌你爛仔，係啊朱元璋，屌你嘥撚氣，屌你老母，所以你又唔啱廢話嚟噶嘛？你要講學歷做皇帝，咪揾大學校長做啦。啲撚樣讀撚賣腦讀書，你有冇撚腦嘅？我哋都做撚咗中國名校嘅教授啊，不過唔撚中人叫我教授啫嘛。我成日都話喂，我油麻地榕樹油大學畢業嘅，屌你啱啱先，我識嘅嘢你識咩？你班撚樣連通勝未識睇，你同我講中國文化咩多撚餘嘅？中國最撚緊要有權力嘅人有個公正誠信嘅心，其他乜撚都假嘅。使得你做啊？有人同你埋班做嘢噶嘛？我講得啱唔啱先？中國皇帝最緊要係公正誠信，所以你話咩皇帝出金口噶嘛？翟先生你記撚住啊！你想做皇帝一定要金口噶，唔可以亂，唔可以學班柴仔亂襯噏啊！係啊，我講得啱唔啱啊？屌你係咪噏得噶噏？屌你噏撚完話唔係，屌咪陣間又話變撚咗感冒，你咁搞乜撚嘢啫？你唔講得噶。係啊，同埋政策咧，儘量少啲出嚟講嘢，做咧就得噶啦。我唔撚使俾人笑嘛，做唔撚到咩紅安新區大計咩大計咩大灣區大計，屌你做唔到咪俾人笑咯。講咁撚多做咩啊？習先生唔撚使講啊，為政不再多言啊嘛，學下你爸爸啦。習仲勳好撚沉實嘅，知唔知啊？佢當年係主政廣東省噶嘛，曾經有段。佢一拍板啊，夠幾撚多人平反啊？習仲勳啊，所以口人緣好撚好嘅習先生。阿弟，我帶個本著作嚟20年嘅滄桑，就講習仲勳一生人。我訂咗成千本送俾人㗎，嗰陣時喺國內，叫啲人要睇嘅。因為呢啲正式係老嘅共產黨員，有嗰個見地，有嗰個心喺度。最緊要佢有個心啫，為社會好。等於你鄭和，你講乜我都唔會信你。屌你有乜退咗休，搞幾千萬整個咁嘅寫字樓，我點信你對香港人有心啊？係嘛？我心喺邊撚度？你話俾我聽，一樣啫，唔使睇咁多，睇人真嚟嘅。等於我有陣時登啲喺我嘅網台，喺我自己嘅 picture， 我登少少，哇！我而家有啲工作，用好少錢，一解決咗人哋嗰啲成個區幾千人嘅飲水困難，唔使飲啲毒水。我睇你捐10蚊都有心啊嘛。如果你有乜毫無反應，你話有心嘅多撚餘啦，係咪先？嗱，我今日咧就喺嗰啲預告度咧貼咗啲工作嘅，即係我喺鄧，因為我尊敬鄧小平喺街坊咧做嗰啲免費幫人做白內障。一個人一睇唔到嘢咧，唔係一個人嘅事喎，佢揾人服侍佢啊嘛。你個家庭嘅生產力咪冇撚咗咯。你要照顧佢啱唔啱先？一個萬人，咁你政府你知啦，屌你老母，你申請錢好撚難搞啊！咁撚多人有白內障。你邊度咁撚多錢去搞啊？咁我帶頭搞，搞撚完咧就叫政府咧，你哋開一個專項，就等你做生意人賺到錢咧，就捐錢出嚟響應我呢個工作，就專免費幫人哋做白內障。咪呢啲係功德嚟噶，係嘛？所以你世間最緊唔係聽人講嘢，最緊睇到人哋做乜撚嘅嘢。講邊個唔知啫？講一套做一套，做緊嗰陣時個心諗又一套喎，所以人好撚難搞噶睇人。所以我哋喺好多我哋嘅教派咧收徒弟，要互相觀察3年噶嘛。唔係話收你收你嘅，要大家互相相處，睇你個人品啊、行為啊。你要睇下你嗰個師傅
值唔值得你拜做師傅咧？係啊，其實徒弟揾師傅先係最難啊！係啊，最難啊，最難噶！啊，收啊！嗱，好啦，呢一節誒，最後我哋想補充嘅澳洲嗰度啦，就澳洲咧，其實近期係換咗新嘅即係執政黨嘅，就係工黨。咁但係咧，就唔好以為一個政黨改變咧，成個國際嘅即係呢個策略咧係改變。因為呢個涉及到所謂五眼聯盟嘅問題咧，就同澳洲本身邊個黨執政係冇關係嘅。而澳洲嘅前工黨嘅即係呢個主席啊，基廷咧，啱啱咪寫一篇文就鬧而家嘅工黨，澳洲工黨點解你去參加呢一個咁嘅即係聯盟？咁呢個證明一樣嘢就係其實呢個即係邊個政黨，如果去到呢啲重要嘅問題咧，都冇其他嘅路線選擇，尤其是而家工黨呢個外交部長 Penny Wong 啊，當年咧我喺即係喺培拉嘅時候見過喺國會嗰度佢出嚟辯論嘅，佢當年仲係做緊國會議員，佢係華裔嘅喎，係嘛？馬來西亞嘅華裔。咁你一上台嗰陣時一上台就話，佢係華裔嘅，一定係好傾啊。其實唔係，你講到呢啲嘢冇情講噶，都定咗個呢個咁嘅方向咧，就係照做噶啦。佢哋。在那些外國國籍的人呢一定看大方向、個個都看著大方向、這個事實來的、他要做這件事又可以找一百個理由、他不肯做這件事又有一百個理由、還有有時候要小心那些外國國家呢他們說給你聽那套東西不是真的佢扮長氣，即係話我哋都有人反對㗎，咪傾斜曬一邊啦。係啊，因為佢仲想博同中國有水抽㗎嘛。係啊，係嘛？基廷啊，嗰個就係啊，係啊，所以佢哋係好聰明嘅，所以咩嘢都唔撚使動真。但係一拍板聯盟一做軍演賣潛艇咧，你唔撚使諗㗎啦，已經嗰係落實咗嘅，其他係嘥撚氣。啊，仲有同時有消息咧，就係日本喺石垣島係部署咗導彈嘅啦。係啊，石垣島嚇，咁呢個又係呢樣嘅消息。好啊，嗱，博士有冇興趣講下啲掌故同埋講下佛學啊？可以。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啊。